场正式开播。祝贺公共广场最强。Thank you.
our coming event in September on the 15th to the 17th of this year. We are having the World Hall of Fame Conference. Okay, 我们在今年的九月份，那就是15、16、17三天，我们有主办这个世界风云名堂峰会，而且我们还有主办马来西亚沙勒国际南洋武术人世界，而且我们还有在配合这个节目里面呢，我们还有在主办另外的一个节目，就是世界高段武学名人表演赛。好，我希望说各界爱好武术的爱好者能够派队前来参加我们的赛会。